台积电一年一度运动会今天正式登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其实气氛是非常的热烈，不止呢到处可以看到我爱台积再创奇迹的这个标语。其实刚刚创办人张忠谋他进场的时候，员工就夹道欢呼，跟他说创办人我爱你，台积电再创奇迹等等口号。还有呢，刚刚其实董事长魏哲嘉他在台上就宣布了每个员工加发2万元的这个奖金，总共会发出高达12亿元，只要符合资格都能够领。而且呢，创办人张忠谋刚刚是也说到说今年的营运非常的好，希望员工可以继续努力再创奇迹。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说法。你们台积电东恒的确是再创奇迹了，2024年看起来又是一个破纪录的一年，恭喜大家，恭喜大家。但是最严峻的挑战就在眼前。5年以前我就在这个运动会说，因为台积电的成功，我们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策略家的军家必争之地。好的，可以听到刚刚创办人张忠谋是说到台积电在全球的这个地位是日益的重要，而且呢，其实台积电运动会是他一年一度最期待的活动之一。现在呢，其实除了像是大队接力以及各项趣味竞赛等等就会陆续登场之外，其实还有园游会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活动之一。我们也会持续在现场为您带来最新的状况。以上是现场最新，时间镜头交还棚内。